在哪里轰的你？标点标点标点。一标一标一标又去一个。后面有包。兄弟，你会听我解释吗？兄弟，发生了什么那边？这样子，进来围墙，丢雷了。还一个，牛逼，兄弟！哎呦！哟，你现在也会单打？我操，来了一个兄弟！操，想扣老子头！兄弟，好多枪响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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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着了着了！真的？你那？房子二楼阳台，房子二楼阳台。牛逼，漂亮！大包，标点还有。哦，我那个，我楼下。你楼下吗？来。又想扣我头。杀吧杀吧。三个。弟，直播间派个翻译过来，快点。大仓跑了一个，一标。操，什么 timing？ 懂了懂了。大仓里面，大仓里面倒了一个，大仓里面还有一个，开搞。你走了。我过来跟你。拜拜了，兄弟。他丢雷了。牛逼啊，老头。把他鼠标他妈用的，老子他妈的累。帮我补一下血。对的。打了一枪趴下了，麦田。妈的！哎呦，老子知道那个人，但我就想把经典都给打倒，就那经典三个。你都拉出来了。嗯。我被圆脸的给打了，兄弟，他们打起来了，操，我被吸引了，哎，我知道圆脸有人，但我就想把金脸给杀了，兄弟，这不蹲起来干他。